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十九面第四行第十八愿，五祖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奥，所有善根，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出境界。唯独我业诽谤正法，证明甲诸位报告过诸佛清谈，唯有诸佛的清谈，才会当乎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知影有极乐世界，知影有阿弥陀佛，知影有念佛必生净土殊胜的法门。一切诸佛怎样赞叹阿弥陀佛呢？为一切众生宣讲《往生经》，亲像释迦牟尼佛专门为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伊讲了三部经，《无量寿经》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，咱称为净土三经。由此知影，这三部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必定会宣讲的。为什么呢？经文第十七愿跟咱讲，如果有一尊佛出现在世间，无讲这三部经，法藏就誓不成佛。法藏现在成佛了，已经十劫了。由此知影，无一尊佛无讲这三部经。佛说一切经，毋是佛家己愿意说的，也毋是佛想要讲的。佛讲经拢是应机而说，就像这世尊伫《楞严经》所讲的，随众生心应受之量，所以随类化心，应机说法啦。但是这三部经无人请佛也讲，什么道理？一切众生，无论是上君、中君、下君，菩萨也好，声闻也好，六道众生也好，纵然是阿鼻地界众生，甲这个法门平等结基，
这是真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个法门是平等法，一切众生虽然根性无同款，但是以这个法门平等得度。所以这个法门是无比殊胜啊！古迪也捌甲咱讲，即几句内面有几件代志非常重要。一切诸佛，无一尊佛无念阿弥陀佛。释迦牟尼佛在小本经里面跟人说，他是念佛成佛的。咱念弥陀经，将这件代志拢做佛了。那不是哪位大师在要解里面为咱指出来，咱念弥陀经念一世人也无觉察到啊！这件摩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。这件摩尼佛是安尼生，其他一切诸佛一定也是安尼生。这个想法啊！无错啊，果然是安尼生啊，就是诸佛拢念阿弥陀佛。咱真难相信。如果对理想讲呢，也讲会得个。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？这四字完全是梵语。反正中国的意思是无量觉，所以这个意思来讲呢，也是决定无问题的。注意想看卖，倒一尊佛，诸佛不是无量觉啊。由此知影，无量觉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号。西方世界法藏菩萨成佛，伊就用了这个名号，所以这个名号里面有理有疏，理如是，疏也无例外，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！也有这件代志，咱必须要知影。一切诸佛拢念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人，这代志咱哪会知影呢？小本弥陀经内面六方佛赞叹当中，咱看到了。无论哪一世界，哪一类的众生，只要念阿弥陀佛，就得一切诸佛的护念。注意想看卖，这功德有偌大？你念其他佛菩萨名号，或者你念一切心咒。你念一切经典，会当得到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护念你，绝对无可能得到一切诸佛护念，迄无可能代志。
唯独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会得到一切诸佛护念。即个理甲事啊，咱拢爱知影，知影了后，你修持这部经，修学这个法门，信心才会真正坚定啊！无论什么力量诱惑你、威胁你，你拢袂动摇啊！你也袂恐惧，为什么呢？有诸佛护念啊！既然有诸佛护念，你就联想到无量菩萨、无量天神必定护持你啊！这拢是事实啊！呀，刷落来，咱今仔日要讲这个第十八愿，十念必生。这段经文，念祖老居士注解真详细啊！一个开端，伊就举出古时阵古代的对于一切经教比较殊胜，这代志。是伫隋唐时代，迄个时阵是咱中国佛教黄金时代，对日本、韩国、南方现在即个越南，来到中国。来留学，诶，出家人真多啊！因确实也有真殊胜的成就，佛家上讲的高僧大德啊，因也捌。做一个比较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所说的一切经，咱现在该收集起来，整理分类，就称作《大藏经》。《大藏经》就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。世尊所说的是不是就这么多呢？但诸位说绝对不止啊！咱今仔日所保存下来的这部《大藏经》，可能只是世尊当年所说几分之几而已啊！因为古代交通非常的不方便，古时阵梵文经典是写在八道罗树树下顶，我想恁在真侪人拢看过《八叶经》，伊将八道罗树的树啊。拆做长条，两边拍一个空，用绳子卷起来。通常一面写四行，或者写六行，你就知影这部经是偌大的分量啊！对印度运到中国。
这困难呐、啊，就会可想而知啊。用马啊，用人来打，所以印度的高僧来中国，中国出家人去印度去留学，总是伫迄内面真慎重、真仔细去选择。选择重要经典或重要开始，选择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，不是最重要的、主要的，不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，拢下去了。炸袂起啊，打袂赢啊，所以咱才会知影，咱今仔日这部《大藏经》，只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小分而已啊。伫咱想象，一半是绝对无够啊。但是，这陆陆续续运来中国来的。数量就相当可观啦、啊。运来以后，也佫改翻作花文。翻译的时阵，对早来这经典，佫来一摆筛选。所以啊，带来经典，当然多半是。翻译出来啊，要少数无翻啊，唔是最重要、最精彩的，就无够翻咯。留到到现在，咱会当看到这个经论，你翻问的观点，这些世间已经失传咯，袂当再去找到咯。现在，然后伫咱伫世间呢，会使讲是最丰富，是华文的经典，甲中文的经典最丰富呀。小乘经论是南传巴利文的经典，这是现存伫世间佛法三大体。古代大体用这个经论做一个比较，哪一部经论最重要呢？有时这个大体几乎公认华严，所以大家称华严是根本法轮。咱今仔日哩，用现代名词来讲，华严就是佛法概论，真正是佛法概论，对有整个佛法讲了最圆满，无论是伫理论、方法、学习，拢是最上乘啊。可以说是最圆满，无欠缺了。其他经论，古德讲的真好啊，拢是华严的某一部分，讲了特别详细。你唔是整体，整体确确实实是华严。华严甲无量寿经做一比较呢，一比较拢是个人比较的。古地讲无量寿经最真实，为什么呢？华严到尾后
终结的时阵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都归极乐，华严才得到真正圆满啦。连文殊普贤拢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恁注意想看卖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明显的跟咱讲啊，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的修学就无可能达到圆满。这里面详细的道理，咱伫这讲释的正面呢，拢有甲各位介绍过。可是《无量寿经》经文真长啊，这么长的经文里面，倒一个部分是《无量寿经》的最精彩所在？咱以下年纪老技师汇集这个经文来看，伊将这部经分作48品，倒一品上重要？这也是古人讲的，最重要的是第六品啊。第六品就是48愿啦，讲了无错。咱详细看全经，全经逐字逐句拢是宣扬48愿，解释48愿，48愿详细说明利益啊。这48愿有48条啊，哪一愿最重要呢？这古代的讲咯，第18愿最重要，重要在哪位？是念必生啊！这愿甲咱终结到涅槃。就是原文里面讲的，乃至十念六不生者，不出正觉。古人在这愿里面呢，就看中这12字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主要知影，你就去做佛去咯。做佛偌困难的呀！咱在《大乘经论》里面，《小乘经》不免讲咯，《大乘经论》当中，和尚讲的啊，凡夫修行成佛啊，无量劫，不是三大真机劫，有无量劫啊。三大阿僧祇劫是你已经证得圆教初住菩萨迄天开始，你无证圆初住之前修行的时间无算，对圆教初住迄天开始修行圆满的佛果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，是这款代志啊，无包括咱现前的修行啊。如果咱要包括咱现在这种修行方法，
应该咱即个逐个人早就成佛咯。为什么呢？咱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也拢有修行吗？绝对毋止三大阿僧祇劫。无量寿经后面讲的啊，夏王子啊，五百中家子，恁甲看迄段，好讲，因遐个人过去也捌供养四百亿佛，四百亿佛需要偌侪时间呢？唔止三大阿僧祇劫啊！三大阿僧祇劫当中，哪有遐侪佛啦？早就超过咯，为什么还无成佛呢？讲实在话啊！连师道员的各位都无正定，就那亲像伫学校读书共款，当年去学校，当年读书考试拢未及格，当年留级，咱就是这种学生啊。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修行拢未及格。你讲有悲哀啊无啊？如果有一摆及格咯，咱就不至于到个这款地步咯。也咱即世缘算讲袂歹咯，真殊胜啊！拄着这样的殊胜法门，咱修行功夫这一生当中，是毋是及格呢？也是靠不住啊！为什么靠不住呢？名闻利用，五欲六尘的享受啊，放不下咯。是非人我，温温婉婉的情执，放不落咯。只要有一层放不落，那就麻烦咯。何况放不落的代志太多太多咯。啊，这一生敢有指望呢？一定会甲过去生差不多咯。这一生够空过咯。那真是空过咯。来生要去倒位啊？来生敢会搁伫人生，真困难，真无容易啊！来生哪搁伫人生，也你着家己好好反省反省诶。你诶五戒修了啥款？你诶十善修了啥款？我想讲啊。五戒十善真正会当达到八十分，来生会伫人生啊。如果未当达到这标准，人生就靠不住咯。如果咱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那是个是恶业相应，来生就去三途去咯。最近，我和咱的同学伫即地学习讲经，将。发起菩萨殊胜智敖经，各讲一遍。
目的何在？注意详细念看麦，详细听看麦。如果咱的心行所犯过失，那亲像经中所讲的，比对地狱啊！这真的不是假呀！我一句话讲，现在摆在咱面前两条路。如果未当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要知影必对地狱。我跟你讲的是老实话啊，跟你讲的是真话啊。如果你那是真正苦怕地狱苦啊，你就一心念佛。宋朝应科法师就是上好的榜样，伊出家破戒了，烦恼习气真重，寺院内面一寡规矩，伊拢做袂到啊。较早规矩真严格啊，现在咱带做一个规矩已经放松去太侪太侪咯，毋免讲你犯过失，守这个守规矩也未必会得人天果报啊。为什么呢？咱的规矩放宽咯，较早标准悬啦，咱现在标准降低足侪咯。家己总得爱境界，总得爱明了，爱警惕家己呀。尤其是对佛法，今仔日这个经内面讲的啊，尾后两句，唯独五业毁谤正法，咱心修做毁谤正法的果啊。详细去想看卖，多数人拢犯啦。一个修持真好的人，人拢赞叹，拢真袂歹人，不知不觉啊，也过毁谤三宝，谤佛、谤法、谤经啊。家己做的时阵唔知影，那常常看到，常常听到，甚至家己也相反。菩萨戒经内面有一条，助赞非他。你唔知影，助赞非他就是诽谤三宝啊！那无净土，诽谤人的参禅，诽谤人的恶教。诽谤人的恶弥，你敢有想到遐个经论、遐个法门，是毋是佛说的？如果是佛说的，你敢一个谤佛？遐个经论。你居士、亲士啊，你是崩坏了。自古以来，以这的法门修学开悟呀，真过呀，不是无啊。
也你敢是梦境呢？有几个人？诶，亲像《华严经》的尾后，现在同住甲53位先知识，人伊的修行是什么款态度？咱详细去观察，无一个毋是自谦的尊人。家己谦虚啊，我智慧无够啊，福德无够啊，会选学这个法门。把人的福慧拢比我较悬啊，因修学另外法门。拢毋是对别人加以赞叹，对家己所修所学的谦虚啊，不论伊修倒一个法门，拢是即款的态度啊。表一摆，表两摆，惊咱无印象啊！53位先知识。就甲咱标53处啊，加深咱的印象。只要是佛说的经法，无论倒一法门，咱看到恭敬赞叹啊，绝对唔敢轻视。伊学迄个法门。咱无智慧啊，咱无定功啊，伊的境界咱毋知影，袂用你讲，我看你袂用你啊，你还是来念佛啦。这种话的时阵呢，只有佛菩萨再来的人。伊关机，伊敢讲啊？咱凡夫哪里敢讲啊？无听到，迄个人是佛菩萨再来啊！无听到，伊无量劫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！绝对毋通轻慢任何一个修行的人。53参，予咱遮尼大的一个启示，弥勒菩萨所闻经内面所讲的，发起菩萨殊胜智敖经，也称弥勒菩萨所闻经，甲咱讲回谤三宝，这罪业极重啊！在这个原文里面所讲的，未当往生啊，念佛也未当往生啊。咱详细读《净土圣贤录》，详细去读《往生端》，你看，倒一挂往生的人，倒一个往生的人。不去回谤三宝啊！绝对找无呀！咱爱会记咧，唔通去犯这种的故事啦、啊！这种故事非常容易犯啦、啊，总感觉家己修行法门好。别人不如咱啊，唔知呀，法门平等没有高下。
来，圣经，咱也捌读过几部啊。佛法当中，门门拢第一，无第二啊。古代的甲咱选第一，选来选去，是对咱家己根性来讲的啊，毋是法门啊。法门哪有选择啊？咱的根性适合伫倒一个法门。门门皆正无上道啊！我的这么啊用心来做这比较，实在讲对咱也是正常言，加深咱的信心，增长咱的信念，讲了不是无道理。华严经尾后确实是十大愿王都归极乐，也无量寿经甲华严经做比较呢。华严是无量寿经的精华，古德讲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这讲法有道理啊。甲华严无离无别啊，也小本阿弥陀经呢。那当然就是小本的华严啊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八十卷华严经就是大本阿弥陀经啊，大本无量寿经啊。古德将这三部经看作一部啊，大本、中本、小本。这三项是一部经啊，所以咱知影《华严经》是无量寿经的细说而已，讲啊最详细啊，也会使讲《华严经》是无量寿经的详细注解啊。这关系。咱总得要弄清楚，四十八愿内面，这愿最为真实，所以这愿是真实当中的真实啦。咱来记呀。现在咱来解释经文。我做佛时，这我是法藏菩萨自称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。在世界内面，所有的众生，咱讲十法界啊，不但包括十法界，注意想看，佮包括诸佛的报土，已经法界啊，哪会知影呢？文殊普贤的华藏世界，看到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敢不是将华藏世界摆在内面呢？呀，这个十方众生啊，真正是包括真咯。咱今仔日讲的世间出世间啊。是法界甲意境法界全部包括在其中，
在众生问我名号，文是一个缘分。这缘分甲顶面迄缘有密切的关联。如果无人介绍，你哪会知呢？介绍人对咱是大恩大德啊！咱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，该再有这个介绍人啊。啥人是第一个介绍人呢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，因是第一个介绍人啊。释迦牟尼佛在咱这个世界，为咱宣讲净土三经，咱才知影这个法门啊，才知影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这是第一个介绍人啊。佛灭度以后，佛的弟子呢，集结经中，目的是希望佛的教诲，常住世间呐，代代相传。这是第二个介绍人，咱爱感激。阿兰尊者、迦叶尊者，感谢佛陀当年在世，在诸代地主啊，为咱集结经中，经典代代相传，代代传教的。祖师大德因对咱拢有恩德啊，佛法传到中国来，梵经的这大德翻作这个花文以后，这也有2000年了，是。2000年当中呢，祖师大德代代相传，传到咱现在，咱才有机会听到传法的这些祖师大德，咱哪会用你忘恩负义呢？我这经里面佛教导咱低温报温呐，咱要安怎报佛恩？要怎样报这祖师大德之恩？只有一个方法，依教修行啊，往生净土。往生净土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啊，也就是对咱的希望啊。早一天往生，早一天做佛，做佛以后广度众生，这是一切诸佛的本愿呐。能在问我名号这言呢，文呐、啊。咱如果真正了解这理啊，咱今仔日听到，
绝对有义务来将这个经法介绍给别人，推荐给别人。我听到了，也希望别人拢会当听到。好是听到这个名号，只会使讲是正一个贤君礼义啊。贤君种落去咯，来帮助伊成长。已经成长咯，来帮助伊成熟，永远袂使间断啦。这才叫做报福恩。所以文理啊，就太重要，太重要了，无比殊胜的一面。文了以后呢，这一生当中是不是成就，决定在下面四句。至心信奥，所有贤君心心回向，完成我国。这我就是阿弥陀佛自称。咱是不是成就，就关系的前面这三句十二字。第一个是至心，哎，至心信奥啊！至心就是至诚之心，真诚到极处。咱今仔日虽然讲信，信佛咯，也皈依，也修戒咯，甚至也出家咯，也定做恭敬咯，有信无？袂使讲你无信，但是你也未必真信。所以这个信啊，也分真多等级啊。无到水平的信心的时阵啊，不起作用啊。古人常讲，咱这种道心是露水道心嘛。真像水面这瓢共款。心无根啊，水波逐流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甚至有修行，一生修行到七老八十了，这心也是被境界所转。也是为外境所动，有什么信心嘛？这款的信心无路用啊！这款的信心念佛未当往生。你较早李炳禄上讲啊，那念佛等念佛，一万个人当中真正往生只有两三个。不成比例啊，为什么未当往生？你无至心信奥啊，有处知影至心
心内面除了阿弥陀佛以外，绝对无杂念。除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绝对无第二个想法。这款的人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决定得生。经文上讲至心，《楞严经》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内面，教咱修学的方法，正念相继啊。迄、那个精就是自心嘛，精的标准是什么呢？甲明妙行菩萨在西方刻字内面讲得真好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这叫做精啊。咱心肝内也有一挂牵肠挂肚的物件，也无放下，常常拢去想伊念的，你的心就袂清净咯。袂清净，毋是自心嘛。所以咱甲看，在《大乘经论》内面所讲的，就知影讲人的标准立在什么所在。